是描绘 y 等于二 sin x 以及 y 等于 sin 二 x 的图形，并比较其与 y 等于 sin x 图形的不同。好，图形首先我们画在旁边 ，y 等于二 sin x 是这个图形，我们让它当二号 ；y 等于 sin 二 x 的图形，我们当三号。那最大最小值的话 ，y 等于 sin x 的最大值是一，最小值是负一 ；y 等于二 sin x 的图形最大值是二，最小值是负二。y 等于 sin 二 x 的图形最大值是一，最小值是负一。那周期的话，分别是2π、2π 以及π。然后我们可以知道，如果最大最小值会影响的是 sin 前面这个系数，那会影响周期的话是 s 前面的系数。